我们去哪里？叫车吗？很快的。坐车了，第一天开张大优惠，美女的全部免费，帅哥打五折，还要提供五星级的服务，有货的可以搬上楼直接送到家里啊，还有提供一瓶免费的矿泉水，因为这个天气太热了，然后也有些注意事项，就是超过200斤的就不拉了，因为这个车太旧了怕顶不住，那就是太偏僻了就不去了怕打劫啊。而家搭客嘅行程都未见好喎，等咗大半日啦，都冇拉低一只客，真系揾食都艰难而家。